这个惹了马斯克的公司被特斯拉粉丝狂刷一星差评。凤凰网科技讯，北京时间11月24日消息，这让特斯拉 CEO 埃隆·马斯克有些恼火。马斯克的这句话看似是玩笑，但已煽动起特斯拉粉丝的情绪，他们已涌到摩根大通的 Yahoo 页面上来，证明他们对该投行的不满。周一，特斯拉粉丝在摩根大通的 Yahoo 页面上打出了大量一星差评。截至周二早上，摩根大通的 Yahoo 页面上出现了许多负面评价，摩根大通真烂，特斯拉车主留言，这就是你跟马斯克对着干的下场。一星评价是因为他们对商业伙伴发起了无聊的诉讼，尤其是对特斯拉。我来这里评价明显是为了特斯拉，给你打个一星，因为你起诉了特斯拉。Yelp 发言人自回应称， Yelp 的使命是为消费者和优质的本地商户牵线搭桥，为他们提供可靠和有用的信息。但是现在，许多用户因为新闻报道来这里评价，而不是第一手消费体验，因此暂时关闭该页面的评论。更多一手新闻，欢迎下载凤凰新闻客户端，订阅凤凰网科技。想看深度报道，请微信搜索凤凰网科技。